定啦，确定啦。他不是说了吗？穿婚纱这样不好看吗？从知道开始，我就那时候就叫他们说，好，那如果真的那么认真的话，你就把那个证书拿来，我就第一个签。但是因为到底出来，没有工程人先签，新郎新娘没签这件事。他怀孕了？没有啦，没有。确定啦，确定啦。他不是说了吗？穿婚纱这样不好看吗？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是。从知道开始，我就那时候就叫他们说，好，那如果真的那么认真的话，你就把那个证书拿来，我就第一个签证明这样。但是因为到底出来，没有工程人先签，新郎新娘没签这件事。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谈恋爱，在演艺圈女生是个可耻的人，因为常常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后来他们公开我，我也不是那么觉得。对，我自己觉得他应该不会，因为他们家还蛮传统的，虽然他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好。简单，以你看男生的眼光，你觉得这女婿怎么样？他是客家人啊，当然很好。